Hello， 大家好。打开招聘网站，看到海量的职位，怎样才能快速的找到可以支持 H1B 的职位呢？一个最方便的工具啊，就是谷歌浏览器上的这个插件 Ultimate H1B Sponsor Checker， 直接在谷歌上搜索 Ultimate H1B Sponsor Checker， 选择 Add to Chrome 之后，你再使用 LinkedIn 或者 Indeed 时，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个可以提供 H1B 的雇主啦。那这个插件啊，主要的依据是移民局发布的 H1B 雇主数据，不过目前啊，仅仅更新到2021年的信息。那么怎样才能看到最新的雇主信息呢？你可以去到这个 H1B Data 网站，直接搜索雇主的名称，就可以看到他们最近几年有没有提供过 H1B， 以及为哪些职位提供过 H1B 了。应该是 H1B 数据抓取最全面的平台啦。不仅如此啊，这个网站还为你排列了哪个城市最容易找到支持 H1B 的工作，给 H1B 最多的公司是哪些，以及这些支持 H1B 公司发布的最新职位。大家之后找工作就可以直接筛选出那些支持 H1B 的职位，并且过滤掉那些无效的职位投递啦，更聚焦在那些可以提供 sponsor 的公司。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觉得有用的话，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和收藏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